洗干净了呗。洗干净了。这是摔的还是给打的？给打的。那叫洗打的。啊，你照着洗吧，照着尿的。你说的炒白肉再炒鸡蛋丢了，再炒丢了鸡蛋炒啊，行了，炒丢了鸡蛋炸肉去了。吃啥鸡蛋？鸡蛋肉可多。有肉有鸡蛋。这炒菜辣不去了。太天长了，你吃你就说好吃。不是那都好吃，你炒不好吃。不好吃。好吃呗姐。爹这回回来这个牙给掉了。好吃。吃香蕉搁嘞。吃个香蕉。我说真硬啊，这个香蕉。你等让一叫嘞。本来这有半路还打点风哦。那个孟天木了，我等那啥亲家家挨个去，挨个压的去。我这有经验嘞，那挨可疼的，我可不挨。啊，白菜，烂白的菜，烂，不好吃。米饭也越火。嗯。还好吃，嗯。嗨，你都烦了，都不好吃。听说你买茶里的。哦，你我都是。是啊。哦，你想去啥日程嘞？都是好玩。真买啊吗？那是假的吧？不真买，还假买啊？糊弄你俩是吧？你给拿俩什么？假的。在广州再买个多少万的吧？没多的，就少的。嗯。本身家里只打。你把四到五路天拿出来呗。行了，人看你买多少天的车嘞？俺说要不就先报名了。咋的？俺咱别说，天暖和了，俺把俺那个车开回来，你说放家里可叫没开。我开你俩，开你俩大小的，我不知道你妈、你爸要命啊！这叫你买个大车，你这小的，你开你这个。那不是你看，江明那个车不是外地车牌吧？山地车牌到北京，人家外地车不叫随便上路。他在这儿是放，也不开。就是往后边开，你注意办登记证开嘛呗。他没法开，他就是说，回来了，他说等到啥时候天暖和了，歇了把车放家里，说你出去了能开。他在这儿是放，他就是来回走走了，不是不坐火车开是还方便点儿。放你家开吧，就来回走方便，让俺不。俺买一个，就是你要不到过年了，俺没开，叫你开，你往山里走嘞。啊，就是嘞。是吧？你俺又没开嘞。啊，俺在家里买个肉，俺越腊月俺又不能开。啊。俺过年回去都完了都，每回叫你放假回来都完了。嗯。俺是自己买个，俺方便。俺不吃了。你冒的姐姐。你那小车你也有证，你开吧，拉低头开啊。我还不敢说你自己开的，啊不敢。慢慢的。就是他不干，我这等到吃回去了，我把培养一下。我们就是慢慢学。不是刚考证那时候敢开，还能从城开家里，这时间长了，这个车就都忘了。一不开了，也不敢。不是，不愿开。啊，都不愿开。对，就是。你妈说，我住这都不愿。我也是。我愿意。我都不愿开。我也不愿。你几点？你刚拿安证。嗯。真的。啊。他说。从哪去？俺叫俺叫他那车改的，俺不开的。他说咱一开就要送给你，俺开的，俺都过年回去了。送给俺，俺不没开，你要不让没开往山里走嘞，俺在家里想开它也不方便。你敢说，你敢说把那个车就是买那时候不买了，好那啥的买那个车。那车那时候不便宜，买那时候。这才十万块钱哩。就是。俺不加油，俺。咱又开家那个车嘞，就是的，你买了也是放，俺这个车也是放，放都不放嘞。放呗，这家那车买10万，这时候2-3万我买了呗。嗯，放2万买一个。我能开。嗯。
你看每一个连根在家里，你往山里那个都弄了，还没个烧大的人，你往山里弄了，把你那给我扔，你开着个烧大的人，你往山里弄。拉多拉多。就是。实际上，实际上那吃也没用。就是。前年说这个也是个事。你没有，但是你说没有，但是有是老汉，你真把真着急，你忘麻烦了，你忘麻烦了。俺说也是那的。你是外地。是是。那个车也需要出去了，没有停车位了，随便一个地方都能停。开也方便。对。没。你跟江明说吧，开回来了，他要开回来就开回来，开回来在家方便，你连回都能了。那我喊你练练的，我说我这儿不开，光坐车省心劲，开车费心劲。对对对。是呗。我开回来，你要不然就先报名了，先开那个车。可不，不。还是大夫不？俺不，俺买一个吧，买一个了。买一个了，俺张明他也在那不用开，开回来了，俩车你到练练练练了，你也能开。我也能开。你也能开，你不先干车标了？从弄上校的，走吧的。干啥？放假回来了。啊。到时候俺回山里了。我给先生这车小了，开点俺这，俺买个小点，这比平时小大点。买了都买个比俺这大点，俺这车确实有点小。也不小。你快吃吧。俺愿意买了买吧，再过去。你妈家有伢大点，伢买了。买上车了，先买上点。你看，干干干净净。我买了第一回买非常老，拉你在一城开哈，还是买？你说是买还是开哪里？买。俺里也不开这家房，也是叫你开。这家办事房，俺买个吧，买个开回来，张明说俩个月开啥？买点。你愿意买了，买吧。俺房间，俺妈开一个，我开一个。你开个啥？你开一个。我开个啥？你去呗。你愿意买了买吧，我是说，你要是要不了，就等。你看，人家说这是实话。俺这个车反正在家是放也没用，咱们说天暖和了，不忙了，俺回来把车放回来。没人是放，没有什么用，那个人家也放，俺买的。那没用也是俺的，也不是俺的。吃你的，也不吃你。我今早领你来的，还多吃。你快吃，你快吃没了，吃没了，还太多了，这还有三条腿。对不？我是不多，这个米圆乎。是吧？快吐吐吧，这不要太吐了，还太费劲。哎，别戴帽。戴帽走。帽在后边等着啥？还吐吐的呀。对，妈，你一会儿我可叫你吃吧。亲侄们，你不吃还不能？我不吃，啊，亲侄们，我爱，亲那个同学，我爱。走。